是这样的。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实验统计，说恋人之间对望三分钟，两个人的心跳就会同步，而同其他人就没有这个效果的。不如我们又试一下。三分钟不说话在这里对望，你想闷死这段片的观众吗？是不是心虚不敢做的？是又怎样，不是又怎样呢？俾你试完实验又点呢？一系打击你，一系就助长你嘅虚荣，有咩意思呢？同埋拍拖最重要嘅系大家试图去了解对方嗰份心意。如果知道晒对方点谂点做，就唔会有心去留意佢、关心佢啦。吓，你话我哋拍紧拖？讲啲嘢啦，而家拍紧蔡明亮啲戏咩？Ha ha ha.